这一段资料啊，在《净土圣贤录》，他们把它记录下来了。这个一段文很长，我们把它念。《净土圣贤录》是历代念佛人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传记，就是往生的往生记。这里面有圆弘道，圆弘道字中郎，号石头居士，湖北公安人。明朝末年，兄啊，宗道，字伯修；弟也叫中道，字小修。这三兄弟都不错，三个人先后啊，都中了进士，喜欢参禅。万历中，清朝万历皇帝算不错，福报很大，好像他在位有40多年，那么中就是万历二十几年这个时候，弘道为吴江知县，考中进士，分发的时候，地方官呢，大多数都是知县，现在我们称县长，后为礼部主事，礼部是教育部，主事大概相当于司长，这个地位比知县高。那么像中国现在的是应该是局级的这样的这个关节。那么他称病官辞掉了回家了修道初学禅与离作物性解通力习辩论。他去学佛去了。那么后来自己想想他这个是空谈，不是实际。学了不少口头禅，不得实意了。也就是自己想想，于了生死出三界，没把握。学佛，佛法的成就，最低的成就是脱离六道轮回。你学佛算是成就，不管学的怎么样，还出不了六道，等于没成就。因为六道一轮回，不知道轮到哪去了，不知道轮到多少年了。所以学佛呢，决定要出三界，这个才学佛的殊胜功德，不再搞轮回了。轮回的确很可怕。那么学其他的法门，出不了轮回。今天黄念祖老居士说，禅没有真正的禅。不能成就，密也不能成就。真正能帮助人了生死出三界，只有往生净土这一条路。那么他自己跟他的老师夏莲居老居士，也都学禅学密，
显灭圆融啊，宗教俱通啊，都修得不错啊。当然大彻大悟不可能的，密宗三密相应的也做不到啊。啊，所以最后啊，通通归净土啊。圆觉师亦复如是啊，他到最后也归净土了啊，叫回向净土，晨习礼诵，坚持境界啊，这个功课也很认真啊，也持戒，因博采经教，作西方合论，圆融心相入波尔门啊。他写了一本书，这本书的时候也是你看博采经教啊，依据经教里面啊，做这个西方合论。啊，这个里面讲的有心有相，有入波尔法门，啊，就是宗门教下的东西都有。其论呢，五种行门，啊，他把它分为等于说是五篇，啊，信心，啊，信心行，止观行，六度行，悲愿行，乘法行。确实是写得不错啊，现在这个书编在净土丛书里头。这个中道啊，是他的弟弟啊，做过官，礼部郎中啊，礼部是教育部，在教育部担任过工作。弃休，这就是要辞掉官，这养老了啊，回家了，这老于家。居常呢，勤于礼诵。万历42年，亡喜啊，这是万历的晚年了。万历之后就是崇祯，崇祯亡国，这就清朝了，啊，距离清朝很近的，啊，那么有一天，啊，阔笔他打坐，打坐的时候入定了，啊，灵魂出窍，啊，神这是灵魂。啊，从屋顶上出去了，飘然沉云。啊，底下还有散掉掉了。哎，自己觉得到了一个楼下。啊，楼下就一个人呢，迎接他。啊，这个人，颜貌如玉，穿的衣服像云霞一样，啊，长有一丈多。见到中道，啊，很欢喜啊，弟弟来了。啊，他仔细一看呢，是他哥哥。啊，上楼叫拜，有四五个人在一起工作。啊，这灵魂出窍，就好像做了这么一场梦。啊，弘道就告诉他，他说这个地方啊是西方边地。啊，怎么知道他生西方边地呢？故事就从这传来的。啊，从他弟弟说来，这信节未成啊，戒宝未全者多生此，一名谢曼谷。啊，这圆弘道生在这个地方。上方呢，有化佛楼台，前面有大池。可得有心，这池子很大，
当中有莲花，众生生出，这等于说七宝池他看到了。啊，寄生呢，这三处楼台与有缘尽有相聚，以无淫声美色，啊，没有这些东西，圣洁一尘，不久尽为净土众人。啊，中道就问他：“兄生何处？”啊，弘道就说了：“他说我境缘虽深，情然未出，初生死少时，今居净土矣。”啊，他现在已经，他最初来的时候生到这个边地，现在已经生净土。那可见的他的时间不长啊，应该是只有几年的时间啊，三四年的时间他就转了啊，不是五百年，他转得很快啊。但是终于戒缓，这个戒缓就是不够精进啊，修学的时候还是散漫啊，所以呢他居住的是这个宫殿，是在地面，不得与大师深空深虚空包括啊，他住的地方还升不起来，尚需进修啊，还要努力，还要进修，就是所信的是续生的智慧猛力啊，这个人就是他的智慧高，但是定功不够啊。那么又曾经做西方论，就是西方后论，赞叹如来不可思议度生之力啊，西方后论对他有很大的功劳，往生的时候有很大的贡献，感得了非心自在，游诸刹土，诸佛说法呢皆得往听，此时为神。可见的西方极乐世界不是一个单纯的啊，圆弘道花开见佛啊，也能够跟其他人一样飞行自在啊，游诸刹土，就是能够分身啊，分身也是无量无边啊，能供养诸佛了，听经说法，这他最快乐的事情。你看他居住的宫殿不能够升到空中啊，还差一点点功夫，还差一些啊。那么这个信息让我们对西方这个极乐世界就多了解了一些了啊。每个人信愿行功力都不相同，所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果报不一样。世尊在经典上所介绍的那都是大的啊，细节没说啊，圆弘道头的这些信心这是细节啊，所以这是他自己的话，以智慧胜故啊，不久即见佛闻法啊，虽然往生在边地不久，那么这个给我们的启示
我们有决定的信心，就不会生遍地了。要信自己，佛说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一定要相信自己本来是佛，华严经上师尊说的。观经上讲的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决定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不能有丝毫怀疑。相信。西方极乐世界是唯心所现。在我们凡夫是唯识所变。但是在极乐世界菩萨心目当中，他是法性土，他是法性身。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明白了。没有去之前，确实是我们心性识变的。所以跟我们的关系是一体。既是一体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？所以对于往生，念佛往生呢，决定不能怀疑，怀疑就错了。至少会造成呢这个边地拖一段时间。圆弘道说他是因为智慧蒙利也。又写这部书赞叹净土啊。这个功德很大了以这个功德回向西方。所以他能够很快就入品。边地不入品，三杯九品他没有，入品才算是真正往生，是这个下下品往生，他生净土了，他不是在边地，边地是下下品之外的，那么这些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得多，听得多，慢慢都听清楚了。我们才能够把疑虑放下。经上讲得好，变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法都是自己心里现的，摄心变的，没有例外的。今天科学家说念力的秘密射出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佛经上说了，比科学家说的还清楚，还肯定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境随心转，心就是念头。境是外面的环境，外面环境是随着我们心在转变的。可是一般凡夫迷失了自信，结果呢又搞颠倒了，心随境转。这就大错特错了。